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ega 销售冰冰。大家好，我是华侨城芳芳。今次我们约了芳芳过来演湖畔现场这边，主要是因为知道这边即刻有这个大三房的湖景单位加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现在就是来到四期我们演湖畔天悦花园这边的。你可以看到其实天悦花园是作为我们新四期，可以说比我们以往的每一期都更升级更漂亮了。这边呢就属于一个入户大堂的主路面，咁呢個就係主路出市政路嘅一個路面。其實而家係啊，即係咁樣睇咧，呢個西岸嘅入户大，即係呢個叫大門口啊，係好氣派啊，係啦，非常之氣派。同沿岸同湖岸嗰邊係唔同感覺咯。係啊，因為我哋燕湖畔入面要會有幾座新居之序，亦都係華僑城之序嘅一個單位。好似呢一邊嘅365方，相當於400尺嘅一個超豪宅單位啦。4000尺。係啊，四千尺超豪宅單位。咁以及後面嘅11座、10座、9座，大概2000尺嘅一個單位咯，係啦，可以講話整個小區嘅一個級數同檔次都係蹭蹭橫生賺噶，即係全部都係大面積大户型嘅一線湖景，前排全部都喺曬呢個位置，係啦，可以講話，所以我哋整個小區嘅等級都唔一樣嘅，非常之豪華，檔次係升級曬咗，係啦。咁我哋今次咧係會加推咗呢個2號樓03梯隊嘅一個三房單位。咁有留意開華僑城都會知道，華僑城無論喺湖岸啊、沿岸定西岸嘅一個三房單位，都係非常非常之搶手嘅。係冇錯，我知道咧，即係其實華僑城呢邊咧係好多都係大户型嘅，小户型嘅三房係好少，而且推出嚟咧都係賣得非常之快，係啦，秒搶。就好似呢度2號樓咁樣啦，佢係之前一直賣緊04單位嘅110方湖景房啊嘛。其實而家仲有冇貨啊？個別樓層可能係33樓係頂樓，32，跟住仲有個24啦、18、14，同埋10樓以下呢啲特殊樓層之外，十樓以下其實真係冇景睇噶咯。可以講話冇乜湖景單位啦，係啦，所以係秒搶而空嘅。所以我哋又新加推咗呢個03梯隊出嚟俾大家去做翻一個選擇嘅。咁你可以見到咧，呢邊嘅一個園區設。即係整個小區嘅一個設計，同我哋湖岸、沿岸、西岸都會有啲唔一樣，好氣派，非常之好氣派。即係佢會多咗好多園林綠化嘅一個棕竹園林嘅一個面積咯，係啦。咁呢啲就係我哋以後會交付嘅一個花園部分，而且佢嘅樓間距大家都可以見到，當然半圍霞式佈局嗰啲係絕對通透嘅，但係相對嚟講，佢係前排就係做翻一個湖景大單位。咁後面就更多會睇翻園林嘅一個細節。芳芳啊，其實即係我感覺嗬，佢呢度同沿岸湖岸啊嗰邊有啲唔同嘅感覺，就係佢啲疊墅咧就係集中喺一個地方，喺前排洋房又集中喺一個地方，反而所以佢個園林同埋一個花園真係感覺好大，會多咗一個中軸花園，包括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每一棟高層之間都係做翻園林嘅部分咯，係啦。咁我哋而家嚟到呢個2號樓嘅入户大堂，我哋而家所見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嘅，佢相當於我哋4套110方嘅一個單位，相當於500幾萬嘅一個入户大堂。你而家所有見到嘅天花吊頂啦，呢個牆磚啦，同埋一啲裝飾牆、裝飾線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啦。因為佢而家已經整好噶啦嘛，佢每一棟嘅交付標準都係呢一種形式啊，呢個比較大氣嘅一個空間設計。咁我哋上個板房，板房喺12樓，我哋先上板房睇一睇先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已經嚟到燕湖畔2號樓12樓嘅樣板間啦，就係呢一邊啦。咁咧，因為咧呢一個81方三房嘅大户型咧就係04户型做咗樣板間，03户型咧係冇樣板間嘅，所以唔緊要，我哋先睇一睇樣板間，睇睇佢啲交付標準係點樣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啦，呢個門其實都係我哋華僑城嘅一個交付標準。包括佢4層功能嘅一個指紋鎖，會有呢個指紋啦、刷卡啦、密碼，同埋一個鎖匙嘅一個開門方式嘅，所以其實都係非常之大氣嘅一個入户門，係啦。包括我哋湖岸1期、2期嘅一個業主咧，佢將成間屋改咗，佢都唔捨得換我嘅大門嘅，係啦。呢個都係華僑城個門已經夠曬氣派，唔使換啦。係啦。咁我哋可以帶大家主要睇翻嘅後面呢邊交付嘅一個鞋櫃。都會有一個做好鞋櫃的交付，但係佢鞋櫃，因為我記得咧，湖岸同沿岸個鞋櫃好似唔係咁嘅顏色嘅，其實唔係，因為我哋呢個新四期，佢整個小區佈局啊，各方面嘅顏色色調都唔一樣啫，所以佢到時嘅鞋櫃交樓標準就係呢一種，係啦，差唔多係呢一個嘅一個交付，咁我哋可以帶大家睇翻一個重點，
即其實我哋一推開門一翻到屋企，第一時間會睇到出面嘅一個湖景噶啦，係啦。咁呢個湖景咧非常之觸手可及，就喺我眼前嘅一個湖景單位嚟嘅，可以講話華僑城入面最近最近呢個燕陽湖嘅一期。哇！呢個真係一線湖景啊，隔住一條路啊，前面啲疊水咧都係三層到嘅，所以完全係唔會有遮擋嘅感覺。嗯。我哋除了望前面3600多米的一個燕陽湖，咁其實你見唔見到我哋呢個係月桂島市政嘅一個月桂島，玫瑰花開嘅一個島就喺呢邊嘅。跟住其實高樓層會望得更開闊嘅一個西江，包括凌陽峽。因為咧今日感覺有啲霧，所以睇唔到嗰邊。其實嗰邊咧就係一個西江河，西江河後面咧就係一個山，同埋嗰邊係一個凌陽峽嘅山，係啦。所以就係其實睇湖、睇江、睇山，完全係冇遮擋嘅。當然啦，我哋而家望翻行出陽台，我哋都會見到呢一邊嘅一個中心園區，咁以及呢個建築工地，我哋可以睇下。其實呢一期新嘅一期都會採用咗我哋叫做中鐵五局，可以講話係國企嘅建築商去承建商去起嘅。呢個做咗一個中軸園林，咁你可以見到佢咧係起好咗地下車庫，起好咗地基，跟住之後再會做翻一個園林嘅交付。係咯，芳芳啊，嗱，我記得前面呢一度咧就係一號樓，係啦，365方，啱啱你講4000呎嘅大單位啊，左手邊呢邊咧就係200多方嘅大單位，係啦，兩梯兩户，200方嘅一個單位。咁咧就據我所知咧，前面呢一排嗰啲咧全部都係大面積，大面積，所以三房呢一個81方嘅，其實只有呢一棟係可以睇到湖嘅。係啦，只有呢一棟係比較靚仔，而且比較近去睇翻呢個湖景嘅單位。係因為後面咧，我見到有幾棟已經起好咗嗰啲咧，佢反而佢個陽台唔係向湖噶嘛，因為係向翻後面啊，向翻南邊。南邊係，佢只係更多會睇翻一個花園嘅一個狀態咯。所以希望三房睇湖，燕湖畔，燕湖畔係燕湖畔三房睇房單位，淨係得呢一個擺一方嘅單位。係啦，只有呢兩條梯隊係比較全，比較近緊睇到。03、04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呢邊就係佢一個超長超闊落嘅一個陽台嘅。咁我哋可以翻入單位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剛先行出陽台係一定會見到我哋嘅一座同埋11座啦。咁其實我哋日常更多係用起身嘅時候，我哋最多係坐喺梳化度睇電視，或者我哋喺坐喺梳化度睇書。其實我望出去嘅景觀視野係冇任何見到呢兩座樓咯。坐喺呢度睇出去係完全冇遮擋嘅，感覺就係自己呢一棟就係第一排咁嘅景觀，完全係冇遮擋嘅。係啊，湖景加西江凌陽峽嘅一個景觀，非常之開闊、非常之舒服嘅一個佈局啦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呢個單位，咁因為我哋係大三房，110方大三房，所以佢嘅廳都係屬於3.7米嘅一個開間，其包括佢嘅震心都係非常之夠嘅，係啦。咁我哋後面呢個餐廳位都係非常之闊落，佢同主廳一樣非常闊，我哋可以放翻張大圓台都係非常之好用啦。咁廚房呢度咧，其實我知道有啲廚房開門會中意喺呢度開啦，咁有啲會喺呢度開。咁呢度咁樣開嘅話，就冇咁浪費。係啦，我哋喺呢邊嘅一個開門方式咧，咁變咗我呢個空間都會有一定嘅操作台喺度。我 H 型嘅一個廚房，所以咧我係轉身就可以完成一啲操作，所以呢個操作台其實係比較好用嘅。如果我話喺呢邊開門做翻呢個咁嘅 U 型操作台，變相嚟講就少咗。而且好似佢呢啲位咁，雙開門冰箱係完全係冇問題嘅。係啦，非常之足夠曬大。嗱，華僑城交付嘅一個金牌廚櫃同埋一個方太嘅一個三件套，咁仲有我哋而家涼吧，係啦，夏天煮飯都唔使擔心呢個問題啦。嗱，呢度會仲有一個生活陽台。收陽台嘅話，咁我哋可以將洗衣機啊、烘乾機就放喺呢度啦。如果有啲業主朋友中意更闊落嘅一個廚房空間，咁我哋可以封翻呢個玻璃，再推出去，推出去，係啦，咁就可以做大嘅操作台。不過其實會喺我嘅角度上夠用，係夠用啦，因為你平時煮飯唔會好多人噶嘛。同埋咧，我唔中意廚房咁大，搞衞生好煩啊！我以為你會講你唔中意煮飯，都會唔中意煮飯，係啦，因為好多業主朋友同我哋反饋，肇慶呢邊太多嘢食。而且我哋出街食飯係非常之平噶嘛，所以佢哋真係日日都出去食飯啦。我真係經常會喺出面撞見啲業主朋友，係已經買咗車喺呢邊定居嘅。經常會喺食飯嘅地方啦，同埋喺樓盤出面啦，會撞見我，真係經常都會。係啊，反而仲反銷翻嚟，肇慶係幾好啊。係啦，所以會見到好多業主好驚喜嘅一個分享。嗱，呢個係屬於一個客次嘅部分。
咁其實佢個空間感都係好方正，而且我哋做好曬咗所有嘅一個交付，咁呢個可以基本我哋係買日用品就可以用噶啦。而且你有冇見到呢個色調都係更年輕化一啲咯？我哋可能湖岸沿岸咧就會更嶺南風格風，係啦，咁呢一邊咧就會更年輕化嘅，個顏色色調嚟講係更温馨咗嘅。嗱，咁呢邊咧就會係我哋一間陽台蓋放半贈送嘅一個房間。你見唔見到？一個落地玻璃是很開闊的，咁望翻出去係水街都會見到湖的一個部分。看到湖同埋睇到一個嶺南水街，下面呢塊綠色的地咧就是嶺南水街嚟噶啦。歡樂海岸。嗯，其實真的落樓有得行街，有得食嘢。同埋咧，你啲 friend 約咗 friend 食飯嘅，等佢坐住喺度，我見到佢我先落樓。喺呢度啦，好，我而家落樓啦，幾分鐘就到噶啦。即到。嗱，其實呢間陽台改房半帳送個房間，佢都好大嘅，而且都比較方正。相比我哋一二期嘅三房嚟講，呢、這個陽台改房會大咗好多咯。係啦，其實真係放房放衣櫃係完全係夠位嘅，足夠嘅，係啦。嗱，咁呢度會有一間十個方嘅一個客房，咁可以見到佢都係可以三面落牀啦，跟住牀呢個衣櫃位啦，都係比較大嘅，空間都比較闊落。而且可以連接陽台，最緊要是這個一出去都是可以看到湖的。可以說我是睡在床頭這邊，即是我裝的自動窗簾，我擘大眼打開個窗簾都是對著個湖。會不會不想起床？會有點不想起床。這麼漂亮的景色睡著都不想動了。我們後面來到一個主套的空間，這個主套空間會這個衣櫃我們就是沒有加附的，看回業主自己的需求選擇了。其實進來到見到整個空間感都是非常之闊落的。我們這邊都因為都會有飄台，我們是部件飄台，但我們實質是抌好了交付的。有一期的業主跟我反映，哇，二三期、四期那些單位很好啊，全部可以抌曬飄窗台。因為現在飄窗台其實就是以前啲佢會比較中意飄窗台，但係依家都會更中意係打好了，會用埋呢啲空間闊落咗啦。嗱，咁我哋嘅所有嘅主人房窗嘅一個景觀都係呢個睇湖睇江，係啦。衣櫃位置其實整個空間感係非常非常之闊。其實佢咁樣設計真係會比較多人中意，即係話有一個好似感覺有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咁樣，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設計都唔錯。咁同埋咧呢個主廁嘅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，非常之好用噶啦。咁可以見到呢一期咧，就係我哋叫要務半110方嘅一個大三房。咁其實會比我哋湖岸沿岸105方嘅一個三房，會做咗好多部分嘅一個升級嘅。同埋咧，據我所知就係呢度係南向，南向望湖。咁但係之前我哋華僑城嗰個湖岸沿岸嗰啲咧，好多係西南向望湖嘅。係啦，係咪？所以佢相對住起身咧，呢個南差唔多係正南。是啦，正南的一個湖景單位來說是非常之舒服的。這邊就是屬於04單的一個板房。04單位的板房我們現在看完了，我覺得現在重點就是03户型的一個湖景了。事不宜遲，我們現在即刻上高樓層看一看03户型的湖景究竟有多漂亮。我們現在終於上到25樓了，因為它板房的電梯是到12樓，所以我們剛剛是爬樓梯上來的。現在我站這個位置是25樓04户型，芳芳因為有客人，所以已經是被客人 call 了回去售樓部那邊的了。現在就我跟大家介紹一下04户型，但是主要我們現在都是要看03户型了。現在我們進來，其實03户型和04户型就是鏡像單位，鏡像單位。咁其實咧最主要咧都係湖景啦，因為81方、03、04户型係一樣噶嘛，鏡像單位。但係主要咧，其實睇湖嘅睇湖嘅景係唔一樣嘅。其實係而家睇到嘅咧就係、湖面會比04户型會大好多。其實04户型嘅景咧係正望湖同埋正望江，但係佢睇嘅湖面嘅面積咧，其實係會比03係會細啲嘅。03呢邊咧，因為係側咗少少，所以咧佢可以睇艷陽湖嘅景觀咧，會睇得更加多。同埋西江嗰邊，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其實25樓咧，比12樓咧係個景同埋個江都係要睇嘅面積都係要多咗嘅。咁因為12樓板房咧佢矮啊嘛，所以其實上到嚟高層嘅景係完全係唔一樣。你淨係呢個西江面都已經比低層嘅係多咗成大半嘅江面可以睇到。咁當然因為今日有啲霧，
但係其實都睇得到山，睇得到江面，睇到有船，同埋最緊要都係我哋呢個艷陽湖。其實今日好好啊，今日有太陽啊，所以咧你會睇到成個湖係好靚嘅。咁呢個係廳嘅位置，靈山湖營廳嘅位置。咁我哋而家再翻入房嗰邊睇一睇，佢兩間房個景同個廳一樣，都係好靚啊，可以睇到好多湖啊！一出嚟就係睇湖啦。咁因為而家係高層啦，其實你睇湖面係會比睇地面係會多咗好多，所以反而其實下面你嗰啲疊水咧，三層嗰啲疊水啊嗰啲，你係感覺唔到嘅，感覺唔到。你只會一入嚟你就覺得哇湖。一出嚟就係湖，睇到所有都係湖。OK， 我哋而家翻嚟主人房呢邊。咁咧，因為而家佢咧係未裝修好噶啦，咁但係佢交付標準咧係精裝修嘅，而家係毛坯。咁係因為我哋而家上樓上嚟爬樓睇，所以佢呢啲咧好多都仲未裝好。咁咧，其實零三同零四户型咧，佢有喺景觀上面睇湖景上面嘅角度唔同之外咧，咁可能就零三户型會比零四户型咧，就係呢一棟兩百方嘅單位嘅會，即係零三户型望出去咧，呢邊會擋咗，但係咧呢邊擋咧其實就係擋左手邊，佢係唔影響你右手邊睇嘅湖景嘅。咁零四户型咧，就睇陽台出去咧，感覺就好似冇嘢擋咁樣，佢係正望湖嘅。但係因為佢正係正望，所以咧佢反而係嗰邊嘅湖面啦、景啦嗰啲係睇唔到。零三呢度側望係可以差唔多係睇曬咁樣嘅。咁其實咧，啱啱咧我哋喺板房嗰度咧都有講過噶啦，佢一個湖景單位嘅一個稀缺性。咁因為燕湖畔呢邊咧，佢前面呢幾棟咧都係大積，所以你反而你想話要啲一百方左右的三房又可以看到湖景的呢，其實只有這個二號樓的，其他那些呢它陽台其實就是望回去輕軌那邊的，其實看不到湖的。所以呢，其實如果觀眾朋友是對景觀有要求的呢，真的一定要考慮這一棟，它現在準備開了，咁就係睇湖嘅。咁大家都知道而家沿岸湖岸賣曬咗啦，咁希望呢都係以大積為準嘅，係。所以呢一個户型嘅稀缺性大家都知㗎啦。同埋咧，而家入到嚟睇嘅呢個就係一個陽光房。咁陽光房呢個咧，佢佈建嘅時候咧係露台嘅，所以咧佢個面積咧係買一半送一半。咁其實大家可以睇到，而家我哋望過去嗰個位置咧，就係環橋城嘅一個卡洛星球啦。咁當然中間呢個位置咧，佢都係會繼續起樓嘅，但係呢邊係東南向，係冇西斜嘅，所以咧如果話有啲業主咧怕曬嘅話咧，呢、這個户型東南向咧其實係比較好嘅，因為房咧係向東嘅，陽台咧就向正南邊咁樣嘅。大家有興趣咧，記得撥打我嘅電話5223-9292。咁今日咧我哋就拍到呢度啦，到時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